苍白的天朝，勇气关口，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番笑容，等待的时空有点重，重的是真走不动，无影踪，他始终不曾降临。我好想懂，谁放我手心里捧，幸福啊依然长长的人龙，想踮起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起我觉得真心实在很会唱，在旁边听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紧张，可是我觉得我的选歌还不错，所以我有自信。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，知道他也是才是他的位置，来电来了好几通，正当我想起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，你会发现他的手机没带，太意外，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，我不是他的菜，早该把手松开，而且他刚刚第二个女生后面那个屋，对哦，最后那个收尾，起鸡皮疙瘩。郑欣慈对巩洁恩，我觉得就是完美对个性。我觉得郑欣慈，你刚刚唱那首歌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那首歌了，陈琳老师也是，然后好爱。你知道原唱洪佩瑜，她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，就是他的主歌有好几个音，他其实你就觉得他的 pitch 低不下去，可是他那个低不下去却让你觉得很有味道，很好听。是。然后我刚刚一直在找你有没有那种会让人揪心的点，但是我听到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唱歌是很完美的。然后别问很可怕这位同学，对，你就是帅到爆，就这样，你就是帅到爆。好，我们应该先投票好了。好啊，那佑嘉先好了。那我投给杰恩。谢老师，我也投给杰恩。谢老师，对，我也投给杰恩。会心理上还是会有点吓到，因为毕竟以前也参加过比赛，第一次觉得在失败区，以前跟现在真的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跟我队的对手，我也很喜欢他。哎，杰恩，你把你的面具拿下来。杰恩的声音很好听，谢谢。那你想选择的组别是歌唱组 ，OK？ 好，欢迎。
恭喜，席位越来越少啦，歌唱席位越来越少啦，歌唱组快没位置了。